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啊，我叫王开喜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甲午战争期间是否已经形成了帝党和后党？甲午战争期间是否已经形成了帝党和后党？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帝党啊，是指的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啊一部分清政府的官员。那么所谓后党呢，不是皇后啊，是指的呢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啊另外一部分清统治阶级成员。那么在封建社会当中的所谓的党啊，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这个政党。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啊，那么所谓的党呢，是指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啊这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啊。那么这个同党之间啊，那么这同党成员之间啊，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政治纲领。那么但是呢，他们有着大致相类似的啊一些价值取向啊或者政治倾向啊。那么并且呢，要与其他的啊这种党的成员啊同一党的成员呢来互相争权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平常所讲的叫做党同伐异啊。那么要想讲清楚甲午战争期间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帝党和后党，那么呢，就必须首先讲清楚啊，帝党是什么时间形成的。那么下边呢，我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帝党何时形成啊？帝党何时形成？那么我认为啊，从历史事实方面来看的话，那么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或者呢，甲午中日战争过程当中，并没有形成帝党啊，还没有形成帝党啊。我的理由有三点啊。那么下面我讲第一点啊。第一点啊，作为帝党旗帜的光绪皇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远远没有树立起啊自己树党自固的这种绝对权威。也说光绪皇帝啊，还没有树立起一个树党自固的一个绝对权威。那么我们下面看一看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那么1875年1月，同治皇帝啊因病而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啊把醇亲王的儿子叫做载湉抱到宫中立为皇帝。那么这个时候载湉呢大概只有4岁。那么载湉被立为皇帝之后啊，慈禧太后啊，那么对于这个载湉呢啊这个管教的非常严啊。那么有史料记载说是慈禧太后啊，对于这个载湉啊，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啊，是无不讥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啊，或罚令长跪啊，故积微忌久，皇上见西后，就是见到西太后啊，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啊。那么这个史料呢是梁启超的一段记载啊。那么梁启超这个记载什么呢？就是说光绪皇帝被立为皇帝之后啊，那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呢管教非常严啊，甚至进行鞭打啊，进行罚跪。那么因此光绪皇帝呢见到西太后之后啊，就像看到老虎一样啊，非常的害怕啊。那么梁启超的这个描绘啊可以说是绘声绘色啊，那么好像他在亲见。那么实际上呢，梁启超的这个记载啊，那么很明显带有一种啊保皇贬后的色彩啊，就是保光绪皇帝贬低皇太后，是吧？那么因此呢，对于这个记载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一个信实来这个理解啊，说就是也就是说呢，里边那些内容我们未必可以全信。那么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我们去回想一下啊，慈禧太后对于她的亲生儿子啊同治皇帝是吧，那么态度啊非常的粗暴。那么如果考虑到这么一个事实，那么梁启超的这个记载，那么又可以说呢，又好像不是在无中生有，是吧，在信口妄言。那么在慈禧太后的啊这种严厉的管教之下，那么确实呢就铸造了光绪皇帝的一种
怯懦的啊一种内向的性格啊，使得光绪皇帝啊胆子很小啊。那么有记载说，那么每当天上啊打雷的时候啊，光绪皇帝很害怕啊，那么光绪皇帝呢就会扑到他的师傅啊翁同龢的怀里啊。那么也是说呢，光绪皇帝从小啊胆子很小，性格很怯懦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啊，就是光绪皇帝在1889年这个亲政之前啊，他不但不敢啊，而且也不可能树党自固。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清朝的历史啊，那么很多时候呢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也就是说一个皇帝继位之后啊，一般的呢要对军机处进行大的改组。那么但是光绪皇帝继位之后啊，那么特别是光绪皇帝啊亲政之后啊，他没有进行啊这个军机处的大改组啊，进行这个权力中枢的这个调整。那么由此啊，从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时候的光绪皇帝啊与慈禧太后之间还没有发生任何这种权力的矛盾啊，没有发生这种权力之争。那么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以后啊，他结婚了成年了啊，那么接着呢他就亲政啊。那么这个时候慈禧太后虽然仍然掌握着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是吧？那么据史料记载啊，每天这个光绪皇帝看完了奏折之后啊，都要把这个奏折呢把它封存起来啊，送到这个圆明园当中啊，由慈禧太后呢来最后的裁定啊。那么光绪皇帝亲政以后啊，光绪皇帝也希望呢能够像列祖列宗那样，是吧？励精图治，使这个清王朝呢重新振兴起来啊。那么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有了啊，从这个慈禧太后啊产生政见分歧的这种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慈禧太后这个人啊思想属于比较固执啊，比较执拗，是吧？往往时候很多时候呢自以为是。那么这个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啊，有可能同慈禧太后啊发生一些政见的分歧啊，发生权力冲突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确切的材料来证明啊，在甲午战争之前呢，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已经发生了这种权力之争啊，已经发生了矛盾。那么只是到了1894年啊，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光绪皇帝年龄越来越大啊，那么图治之心渐切啊，希望能够把这个清王朝呢能够振兴起来。那么因为光绪皇帝看到有些大臣呢啊不听他的指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呢准备呢提拔一两个，是吧，这个自己的亲信大臣。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啊，才使得呢西后大司遗迹啊，使得西太后啊对光绪皇帝产生了遗迹啊。那么事实上啊，从光绪皇帝亲政，就是1889年啊，到甲午战争爆发啊，那么不过五年的时间啊。那么在这五年当中啊，光绪皇帝是吧，那么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是面对着慈禧太后的啊这个亲信，是吧？那么已经布满了朝廷。那么光绪皇帝这个时候啊还不敢自作主张，不敢私用一人啊。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的光绪皇帝啊，我们说呢显然是权威未立啊，羽毛未丰啊，很难形成一个与后党相抗衡的啊这么一个帝党。那么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啊，作为光绪皇帝的师父翁同龢啊，那么确实呢十分注意啊，就是延揽一些清流派的人士啊。你比方讲像文廷式，是吧，像盛玉啊，像这个珍妃瑾妃的啊他的哥哥啊智瑞啊智君等等。那么这个翁同龢呢希望能够招揽这些名士啊，一旦时机成熟为光绪皇帝所用啊。那么当时这些人当中也确实有很多人奏请光绪皇帝啊，要求光绪皇帝啊要牵纲独断啊，收揽政权。那么虽然已经形成了一股亲帝的势力，那么但是呢这些人还远远不是帝党。那么这些人与慈禧太后和他的亲信之间
还没有一个明显的政见冲突啊，发生一种政见冲突啊。那么这些人他们只是呢对于这个慈禧太后继续干政表示不满，是吧？他们希望慈禧太后呢能够遵守祖宗的惩罚啊，真正的撤帘归政啊，就是把这个权力啊，最高权力啊，完全的交到光绪皇帝手里啊，使光绪皇帝呢能够独揽政权啊。那么这些人仅是以后形成帝党的啊一个潜在的因素啊，并不是已经形成了帝党。那么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啊，那么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文廷式曾经向光绪皇帝提出来，是吧，要求光绪皇帝呢收揽政权。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啊是摇手主不言啊，就是摇晃脑袋啊，摇头啊，嘱咐他不要说啊。那么光绪皇帝怕什么呢？那么光绪皇帝害怕呢一揽政权西后必见忌啊，就是他一旦收揽政权呢，慈禧太后呢必然呢会产生疑忌。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时候的光绪皇帝啊，他还处在一个抚养由人的这么一个傀儡地位啊，还没有完全树立起自己的一个绝对权威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在甲午战争当中啊，还没有形成帝党啊，也没有形成后党，这是我的讲的这个第一个理由啊。那么第二个理由啊，是任何政治派系啊，它都不可能的独立的存在。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政治派系啊，必然要与激烈的啊这种社会矛盾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政局朝局的急剧变化紧密相连。那么从光绪皇帝亲政到甲午战争啊，那么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时候国内外还没有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吧，促使清政府内部的统治阶级分化为帝党和后党啊，也就是帝党和后党啊，它的分化呢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条件的，外在条件刺激，是吧，阶级矛盾呢、民族矛盾呢、政局的变化，是吧。那么甲午战争之前呢，我们没有看到有这种重大的事件呢可以促使清政府内部啊产生这种分化。那么1894年7月啊，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啊，那么这样呢，中外的民族矛盾呢就尖锐起来了。那么一些亲帝的官员，那么就向光绪皇帝提出来啊，要求光绪皇帝呢以社稷为重啊，以江山社稷为重啊，母后只可婉劝啊，对于慈禧太后啊只能够婉转的进行劝解啊，规劝啊，不可奉命为紧啊，不能够唯唯诺诺啊，逆来顺受，是吧。那么这是一些亲帝的官员呢要求这个光绪皇帝呢啊，要这个敢于呢啊这个治理朝政，是吧，不要事事都听从慈禧太后的啊这个遗旨。那么这个时候啊，光绪皇帝也第一次啊公开的违抗慈禧太后的遗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光绪皇帝啊就鼓动这个底下大臣呢啊停止颐和园的工程啊，节省经费，以这个提供啊这个抗日的军费啊，来这个筹备军费。那么这个时候1894年，那么正是慈禧太后啊准备大张旗鼓的啊办自己60大寿的时候。那么光绪皇帝啊鼓动这个些大臣，是吧，停修颐和园，那么就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满。那么据史料记载，那么从此以后啊，差不多20多个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啊，几于不交一言啊，说两个人呢啊，20几个月啊就没有讲一句话啊。那么说，在这个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啊，那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啊，那么就产生了矛盾。那么1894年11月底啊，慈禧太后就以呢近来席上浮华，屡有奇请之事啊，干预朝政等等罪名啊，那么就把光绪皇帝的一个爱妃叫做珍妃啊，把珍妃呢降为贵人，降了她的等级
那么客观的讲，那么珍妃呢，自从入宫之后，是吧，的确有代替其他人，是吧，来这个疏通关节，收受贿赂，是吧，干预朝政，确实有这种言行。那么慈禧太后这个时候啊，贬义这个珍妃，那么她呢，很明显呢是带有向光绪皇帝来示威的这么一种色彩啊，或者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是11月份，那么到了12月初，慈禧太后又把翁门六子之一的一个人叫做智睿，发往乌里雅苏台，发往边疆，那么从此就开始了主战主和之争，与帝后权力之争相互交织混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帝后党争那么从这个甲午战争后期开始了帝后之争和这个主战主和之争交织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帝后党争。那么与此同时那么这个时候一些亲帝的官员那么也上奏折批评呢亲帝的亲后的就是跟这个慈禧太后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军机大臣们批评这些军机大臣是唯阿取容，无所匡救说他们失职，是吧，而且呢指斥前日遗旨就什么呢，就指责前几天发布的这个遗旨，就是慈禧太后的遗旨。那么稍后亲帝的御史叫做安维俊那么又上奏折呢弹劾军机大臣吴壮，特别是呢这个安维俊猛烈地抨击慈禧太后他说慈禧太后是吧已经归政了，归政给光绪皇帝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还是御史牵制对光绪皇帝进行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那么并且呢讥讽慈禧太后之所以对日要主和使李莲英左右之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认为慈禧太后之所以对日主和，是因为慈禧太后没有政治主见那么被大太监李莲英所左右被李莲英呢所愚弄那么这是对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那么尽管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等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有一些御史言官逐渐的呢聚集在光绪皇帝周围已经形成了一股这种异己的势力准备呢要给予这个惩创给予铲除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作为帝党领袖的翁同龢对于已经开始的帝后党争却显得异常麻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帝后党争已经开始了。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讲有一个亲帝的官员叫做丁立军那么他给恭亲王上书那么他这个上书呢就说就是这个安维俊呢前面上这个奏折呀，是吧，是这个说这个安某受离间之名而有调护之实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安维俊是吧得到的罪名是说他挑拨帝后之间的关系挑拨离间他说但是实际上呢安维俊的本意呢是要调和是吧弥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安维俊呢他的本意是吧在于这个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吧那么这样很明显的就是为安维俊呢来开脱罪责那么但是对于这个丁立军的这个奏折是吧那么翁同龢呢并没有给予赞成是吧他是帝党领袖对于这个丁立军的这个说法没有给予赞成那么这个翁同龢在日记当中就说丁立军说丁立军的与随妾制然结而角说是这个丁立军呢表面上说得很好实际上这个人呢是很狡猾很狡黠那么也就是说从翁同龢那儿我们还看不到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帝后两党发生了帝后党争那么这个帝后党争呢是在甲午战争以后
啊，由于这个政治风云突变，是吧？维新运动兴起了，啊，那么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那么帝党势力，啊，这个亲帝的势力啊，才形成了一个帝党，啊，那么这帝后党争呢，才日趋的明显。那么甲午战争以后啊，就是1895年的12月，啊，那么慈禧太后翻出了历史旧账，啊，就说上一年啊，在招对的时候，是吧？像这个帝党的成员啊，这个汪明銮啊，还有这个户部右侍郎常林，是吧？是信口妄言啊，计尽离间，那么就命令呢，把这两个人啊革职，永不叙用。那么1896年初，那么慈禧太后啊，又以呢遇事生风啊，经常在松云庵呢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啊，以这个罪名呢，把亲帝的第二号人物啊文廷式啊也革职了啊，永不叙用啊。那么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啊，则准备联合维新派，是吧？试图进行变法，来向这个慈禧太后呢来夺权。那么这样呢，到了这个1896年初啊，那么帝后党争啊，那么才开始公开化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啊。那么第三啊，那么在甲午战争以后，那么的确有不少这个御史言官呢，是吧，抨击李鸿章，是吧，要求光绪皇帝啊对这个日本呢要这个决意主战啊，大力驱剿。那么翁同龢等人，是吧，包括张謇，那么提出来，是吧，要另拣重臣以定战和啊。那么他们的要求呢，罢免李鸿章，重新启用这个恭亲王奕欣啊。那么这个呢，并不能够证明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帝党，也不能够说明呢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那么事实上啊，在中外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之下啊，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部分人主战，一部分人主和，是吧？那么这个呢是毫不奇怪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在以往都有过啊。那么像在1840到1842年的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是吧？那么在1856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那么特别是在这个1881年啊，到这个1883年到1884年啊，这个中法战争期间，那么都有很多人呢啊主战。那么因此啊，在甲午战争当中，一部分人主战，并不能够说明帝党已经形成，是吧？那么在这个中外矛盾尖锐的时候啊，啊，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些这个主战派，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啊，极力主战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啊，我们说他不是帝党，啊，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啊，那么我认为啊，这个时候这些主战的人，啊，主要是一些后清流的人物，啊，后清流派的人物。那么只不过呢，在这个时候啊，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了，晚清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呢，使得主战主和之争啊，那么染上了帝后党争的权利。那么甲午战争啊，还有这个戊戌变法的这个政治风云啊，那么进一步的加速了帝党集团的形成。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啊。那么另外，在戊戌政变以前啊，那么还没有人把统治集团划分为帝党与后党啊。那么在戊戌政变之前呢啊，没有人呢把统治集团呢啊把它划分为帝党和后党啊。那么比较早的啊，称慈禧太后等人为后党的啊，那么大概是逃到日本的，就是戊戌政变之后逃往日本的这个梁启超。那么但是梁启超所讲的后党，主要的呢是讲什么呢？是讲戊戌变法前后、戊戌政变前后的啊，这个慈禧太后等人。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考察历史的目光，是吧，仅仅的局限在甲午战争时期，是吧，或者说以后没有发生这个戊戌政变啊，没有发生戊戌变法时期的这个帝后党争
是吧？那么人们呢就很难断言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帝党。那么因此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帝党呢应该说是在甲午战争后期到戊戌变法前逐渐形成的，就是帝党啊应该是在甲午战争后期到戊戌变法前逐渐形成的。那么当然在甲午战争前以及甲午战争期间那么清统治集团内部确实有些人在思想感情上在政治倾向上与慈禧太后等人呢那么是相异曲的是不一致的，有分歧的。那么而且这些人对光绪皇帝也是忠心耿耿的那么如果说这些人他是帝党的一个前身是吧，那么或者呢以这个戊戌时期这个帝党成员的情况去追溯那么追溯说在甲午战争的时候那么已经这个帝党呢已经在酝酿当中那么这个推论呢是对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就因此而断定在中日战争当中就已经形成了帝党或者呢以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存在着帝党用这个呢去推论说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形成了帝党那么这个说法呢恐怕呢就是欠妥当这个人们呢需要进一步的去来思考。那么通过以上这三点我认为这个帝党它的形成不是在甲午战争时期，更不是在甲午战争之前，而是在甲午战争的后期到戊戌变法之前那么关于这个帝党的形成的时间是吧，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么下次课呢我们再讲这个后党呢是什么时间形成的。